稻田来着，两个玻璃那个倒也不倒，俺们哈士泥坐那里闪呀闪。又是风太一太的一天，又倒了片给你啊！可是早上白天哥哥这边快快开始免问。这是一片湖。那天弄啥都能吃，还能吃点走。下了。天哪，这是七八点的早上吗？我靠，太吓人了吧。那个啷个得了哦，那个哎哟，满街都是水哟、哦、那个不得了不得了，车子都淹死了，你看哎哟我的。家人们谁懂啊，凌晨三点房子被吹垮了，这里要风也太大了吧，真是他妈吓人。重庆魔法徐峰。谁在家子天下大吉，雷公助我。昨天晚上那个风好大哟，风大雨大，房顶盖盖都吹落了。我靠！你咋了？咋了？我靠！我就不来了。我操！咋的？咋的？呀！行喽，那个车着急喽，咦，那个车刚推下来。大仙，我家一看，给我是找的水哦。看嘛，那个车都冲起走了，都冲到这儿下面了，冲到我们这儿下面了，从高那个停车那个坝子冲这儿来了。
我哥那个雨是关了拖啊，要开到出境飞机来接我的啊，你可以就过去等付我钱拿一道问我老乔是不给我的小啊。如今是压不到你的了。